中的新剧《果篮中的江湖大嫂》大受观众欢迎。这天，一众演员陈伟、陈丽香、雪妮、黄光亮、黄浩然、袁文杰、冯莹莹、江嘉敏、樊艺敏、甄永山以及王卓奇等就出席宣传活动。除了唱歌助兴之外，他们还大派礼物给一众长者，哄得大家非常开心。这部剧收视那么好，剧组上下当然都觉得很鼓舞了。而且之前杨明还夸下海口说，如果剧集收视爆捷，他就会裸跑啊。以前杨明说过嘛，会露，会脱衣服裸跑。我可以随时脱，没关系的。哎，但是亮哥说不用脱了，我们靠实力的吧？对对 对, 对, 对，要脱你不陆续脱就行了。哦，不会的，脱鞋。好，没问题，只要大家支持就好了。伟哥在剧中饰演果篮大嫂，演得入木三分，果然是百变伟哥。难怪之前有网友提议让伟哥参演一部以梅艳芳传奇一生为题材的电影了。2005年跟2006年都拍过两，就拍了两部电视剧，是用梅艳芳做原型的一个电视剧。那个时候我3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拍20几岁到或者是他44岁的时候，我都觉得是非常合适。但是现在我这年纪，没关系，我现在看上去还是20几。你也没事。没事吗？没事。但是没人找我。非常适合，因为伟哥唱歌也很好听，跟梅艳芳是有得比的，差太远了。如果他站在舞台跳起舞来，哇，我觉得非常好，好看，想象力太好了，太好看了。在剧中饰演议员的袁文杰，虽然戏份不多，但胜在帅气十足。就连卓奇的妈妈也是他的粉丝啊，我觉得他穿西装很帅，特别我妈超爱他，一直看电视看到他出现，啊，文杰真的超帅，救命啊，好帅啊，一直跟我说，那超迷你的。这是你妈说，但是师奶杀手，没，那为什么你不说了？为什么你结婚？你要结婚才师奶杀手有没有？对。在剧中跟卓奇饰演母女的甄永山，这次的角色充满挑战性，他还说因为这个角色得到不少好处啊。现在就去买东西也会有，就是有特别的服务了。对呀，特别服务。对对对。哎呀，为什么会有这样？我从来都没有特别的服务。什么是什么来的？就是没有，我就买衣服的时候他会免费帮我改，就是他认出我来了，然后你就是果篮里面的菊姐。对。早前盛传香香造人成功，不过香香已经否认了，所以大家又开始替她心急了。很多人都跟我说不同的贴帖，问我when 但是就 Easter 啦， Easter baby 嘛。为什么 Easter baby？ 这 We Easter 是神的重生，不是我支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生 K 字呢？生 K 字呢？还是单身的 Carmen， 虽然不用卫生宝宝问题烦扰，但是他就似乎因为早前和王浩信传绯闻而不太开心了。其实真的会有不开心，因为毕竟我也是女孩子嘛，这样给人家写，其实真的有不开心。一定完全一定会很多很多这个 gossip， 所以一定要很久放下，放下。And then afterwards you'll be okay. I know. 所以绯闻出来的时候，我也有跟一些朋友谈，哦，为什么他们这样写？因为我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动作，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你们这样写我，其实真的不开心。但是你们有你们写，我要我的工作，我要我的生活。其实不开心，其实一定会有的，但是一阵子就过了。